我是需要复习。连接什么意思？忘记的话，我们再做一遍练习。来，我刚才说 analyze regression linear statistic， 我现在多播一个那个 descriptive statistic 描述性。好，然后我就会多跑出平均数等等的标准差 n， 然后还有一个 correlation table。看到这个没有？叫什么？第二声声声，错。这个数值0.360.1.7，那个 GPA 跟认可 FSAD 的关联性，有没有看到？0.360.1.7，刚才应该不是0.1，应该是负点零八，我看错了，-0.08跟0.360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在哪里？-0.08.360，所以 zero order 就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跟计算相关，它就是我们说的，我完全不考虑别人，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还记得吗？所以 S1 来说就是 A 加 B，S2 来说就是 B 加 C， 对不对？那就是让 O 在这个地方就算两次。那我们上次有画图，如果你是 zero order 的话，也可以放给你看，好吧？放着。它是这样子，我们两个相关的地方距离。
correlation 的时候，我们后来讲一个 surprise effect， 还记得压抑者效应。那压抑者效应最基本的压抑者效应怎么样？圈 y s 1 s 2在哪？怎么样？我们说 s 1 s 2在一起预测 y 的时候，会造成一个结果，就是它的预测系数跟它的 s r square 是不稳定的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后面这个有没有怎样？我把这个例子搞出来给你看，我最经典的例子在这里。这个是过去自杀的一个契机，就尝试自杀的次数。那后面又怎样？就是用他后来接受心理治疗的量跟他的忧郁程度来预测。这个效果吗？当有 surprise effect 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其实 zero order correlation 不见得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反而是 part 会越来越大，这会很奇怪啊。因为如果你是这样正常情况， zero order 应该是 a 加 b， part 应该是 a standard part 应该是 a， 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A 加 C， 然后应该是 C， 所以正常来说应该是 zero 的比上 part， 就所谓 C 加 part。这个要大，这个要小，但是假设这个小，这个大，那就表示它其实排除掉的不是这个 overlap， 它排除掉的是什么？这，所以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大。当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哎，你可能有 surprise 压抑者效应。”那他更好的说法就会是：你使用两个 predict 来预测 y， 但是只有一个 predict 对 y 是有效果，另外一个 predict 它是因为它跟这个 predict 两者之间有关联性，所以才连带到它可能在 regression 模式内似乎可以预测 y， 但实际上不行。OK。然后讲完 surprise 之后，我们后来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。secretion， 对不对 ？secre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或者是所谓的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， 阶层性的作用很多，你有 step one、step two。同样对比资料，我们那个时候说用 high school rank SAT 控制住这两个，就是大学。入学之前的成绩，他的成绩表现之后，然后来再看人格变相，五个五大人格变相能不能够预测一个人的成绩表现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说控制住这两个之后，这五个是不是能够预测你的成绩表现？对不对？怎么做？来，让你练习看看，回复一下自己。来，我的问题是控制住你的。SAT 跟 High School Rank 这个过去的表现之后，在你大学里的成绩表现里面，是不是可以再被人格变相所预测？所以我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这样，原本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控制住这两个，那就表示排除掉他们的效果之后，做完了 Next Step。这五个一起能不能预测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在 statistics 里面我要多做一个 R square change， 有没有记得？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当我做阶层的时候，这个 R square change 就是帮我比较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，怎么样？所以当我再加上，假设这两个是第一阶，这个是第二阶。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它增加的效果量，是吧？或者是 S3 S1 一起好，
20%到30%。那我刚的问题就是跟你说，控制住 Task Force Rank 跟 SAP 之后，我现在只画了，先假设我有5个，那这个能不能够增加里程？那就是因为我红色的这个部分有没有糖聚酸酯聚酯，是不是？从哪边倒出来？阿斯威尔劝决啊，你要公开，你没公开要听到哦。对，这是我的回归，前面都是描述性统计 ，N navigation M， 然后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，然后这边是两个阶层，它告诉我，哎，你第一个模式是什么？第二个模式，第一个模式就是只有把这两个一起来预测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模式是除了这两个之外，又加上五个，所以是7个哦，就是两个。你如果是 model one， 那是有两个 predictor， model two 会是7个 predictor。哦，记得哦。所以假设你不清楚，你看这个表都很清楚。Model one 就是两个 ，Model two 是两个之外再加上五个。哦，所以 coefficient 是这样。Model 也是这样，你看到两个 predictor 跟七个 predictor， 你看到你 coefficient 就告诉你这样的讯息。那你要回答我刚刚问题的时候，控制住 High Score Rank 跟 SAP， 我家人格也就预测你要在哪里，就你做够了，劝你 High Score 在哪里？后面，它有一个叫做 Change Statistic， 看到没？改变的统计，那就是针对这两个阶层比较。你看啊、哦，整体模式就这两个的时候，你的 High Score 是0.44，那用七个 predictor 是0.209。那增加的这样子红色的部分相近，没有，对吧？那后面的统计当中针对0.6有没有达到显著？可以吗？所以你要回答我的问题，必须看到这个，他告诉说 A 有没有显著？所以这个五大人格可以在 SAT 和 High School 认可之后增加。对于大学毕业成绩的解析，在大学就是大学表现的解析，然后它可以增加16.5%， OK 吗？好，那大概是这个部分。然后如果是 model 就看这个，然后如果是个别的 predictor 就看这个，然后个别 predictor 的预测力就是看它有没有显著之外，后面的 SR score part。correlation score 要平方，不要忘记平方，就会是它的解析量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讲到 signature regression 的时候。